大家新年好，我是老刘啊。今天我要去一个讽刺文学家他说有一点灯芯肉，去看一下。回去。生意好啊！哎，生意好，老弟，生意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啊！电话是你打的吧？哎，是的。啊，好的。我以前在你家里买个东西的。啊，我们家是你老妈啊。哎，是啊，老妈。啊，对对。今天看一下，给我看一下我家里收藏那个老祖先下来的那个银器，给我鉴定一下。啊，可以可以，好好好的，把拿出来。对呀，可以拿了，好的，可以拿了。啊，都给你。小宝贝。那这个祖先下来的那个银器啊，你给我鉴定一下，看是不是真的。啊，可以可以，好好。是真的。啊，好的。到外面看一下，可以吧？到外面看一下。啊，好好。啊，这个是银器啊。小宝贝，小宝贝，让爷爷分析。什么上面的这个？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上面的。这个是一些，这个是银锁啊，银锁，银锁，这个是银锁啊，这个是。这个以前那个。毛主席每天盯着那个黑面的平那个平安锁嘞，成为我的那银子做的锁嘞，意思是辟邪，可以拉财辟邪。意思喜欢带住啊，成为是寓意吉祥嘛，成为是也显示一种富贵嘛，富贵吉祥或者寓意吉祥或者喜庆有余啊，或者也可以因为是银器，金银呢可以偏侠的，可以偏侠气的嘛，这些是或者一些这个也是一个毛子毛子头的一个黑白一个黑白啊，黑白啊，哎，这我也不知道祖先下来的这多久了，这个就是。属于一个东西，属于一个也是个，但是保存的还可以，还一般，这可以、啊。应该还有或者有什么八仙呀、十八罗汉呀，还有24位居天啊，所以这个都有的。所以你可能也许没保存，没保存好啊，可能还就下来了嘞，还就一点大的、啊。这个是也、啊，是也是拿来带，也是不能有些现在带天线的、啊、这么大的、这么粗的都带啊，这个也是，哎。东西可以，是老的啊，东西都是老的，很久了嘞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嘞。这个知道是祖先下来的。也一个几百年，有几百年，都有几百年，有清代时期、清末时期啊，一般都是。我们这个地方呢，不是有很多粉丝们讲，老刘喜欢说清代、民国，但是只有清代时期、民国时期的东西，有这个东西就不错了。不是有些现代有像老刘是搞的一些那个什么垃圾普通的。只有这个东西，有民国时期的一把的瓷器都有这个又真的不错了。不能有些搞那个高多的呀、高古瓷啊，一是都是高仿的。像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老东西。对，对的，这个的，我看一下了。东西都是对的啊，都是对的，是老的。不能有些说有些啊，老刘不没有收高多的、高多的，一是都是高仿的，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老东西。但是这个呢，你愿意去收吗、啊？
肯定愿意的，反正你是跟你去泼水节了，这个泼水节这个应该在这个应该是在有没有多少一下，这边有没有我有没有带没带称啊，应该是一个有个50克左右啊，有没有了，嗯，50克，这个年代那么久了，这是7-8块钱喽，7-8块钱不得7-8块钱，但是我们怎么交呢？也许不卖，也许要找到那个大喇叭喜欢的话，也许卖个7-8块钱也可以卖。但是真正怎么交呢？我们收入肯定卖不了这，肯定大家还要赚点钱嘛，所以我就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平均算啊，平均到这个就50块钱一克了，这有150，那个斤都200，一个200多克，200多块一克了。因为我们要赚钱，所以呢，那个10多块钱一克左右，那是价钱的话，要2000多一点点。这个是冬天的嘞，又贵一点点嘞。我先按平按市好像10块钱那说的嘞，这是要加一点的了。这个含金量不高的，知道？含金量高就收藏的嘛，这个本来就古董嘛。啊，古董是古董的。要按收藏价来说嘛，加一点点喽。2200块钱了，加200块钱了，可以吗？这属于2600吧，看你卖不卖，反正我就在手里面没什么价，给你的话你还收藏价值。2600就高了点，高点赚不到钱了，赚不到钱。但是这个也不划得，这个也不划得呢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那个钓了一根，那是什么啊？那个牙线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钓了一个，那个是这个我们是一直这样收的，不知道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做那个银呢，只能做那个银子价格，也因为也不是什么大气，像这两个东西的还好一点，好看一点，都是还可以。这个就是本来就是很简单的。嗯，好了，加一点了，你要去上不报了，几天上了，好吧？这个价格你绝对可以搞，甚至要怎么讲呢？我也高价我也赚不到钱，我就多的也不必要收。这个反正你也肯定要用，反正用你给我也反正昨天，你昨天可以，你也可以卖。假如是这种假如我卖了，我赚了钱，然后填补你一点都可以。你得那可以的。你也可以有机会也可以去我博物馆看，我到时候你需要，你假如你需要的话，你也可以。我假如我收的多啊，你多少卖给我多少钱啊？然后到时候你需要的话，你也可以买回来，稍微用点点力，用你觉得用你高兴。我也觉得我也多，我那个博物馆很多嘛，所以你要去看的话，你到时候人家需要的话，你都得卖便宜点的话，我的价格假如多少了，我买你的1000，也许我到时候你到我那里去买，我肯定要砸个100来块钱或者200块钱，是这样的。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反正到时候你都得卖亏了，你就可以人家你可买回来，稍微砸你一点点手续费。是。你要2000380，你要昨天可以的话，我就转钱给你，你说看可不可以？反正我年轻人在家里面这个。只等你们做古董的还有一点收藏价值了，卖了也可以的。不是你们放在家里怎么讲？这个你拿，或者那假如你老公要带的话，也只有这么美观嘛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都是哪里？一保管的好还，所以还保存在那里。一保存的不好的话，你也许你老公喜欢拿去玩玩的话，丢的这一分钱都没有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所以说要啊，要就等一下，手机，对。哎，我这手机呢，余振轩，我这手机呢？这小这农村，信号不到了，这应该到了，到了。行，到了，我。到了吧？到了吧？到了。花台，花台，花台。正花台，花台。啊，花台啊，花台啊。走了，我找你了，今天的，好了，都可以，早早都可以，给你买起来啊。好的。藏品我给你啊！啊，你找到的都可以给我留着了啊！啊，这个啊，好台啊，好台啊，今天发大财啊！今天发大财，看着啊！